2018年，全面毁灭年。棒棒棒棒，一直叠棒棒棒。熊熊出没，天天天正义。被你也不会走，他妈的，别给我游戏。欢迎收看《靠北国旗》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哥。今天八月二号，大盘落182点。心魔，搁来啊，对无？观众朋友，你心魔搁倒来啊啦吼。我伫前几道的录音啊吼，我唔知观众朋友你有发现无？前一阵仔伫遮，我咧讲买，大力买，大力买吼。啊，后壁了录音啊时，我拢无甲你讲买哦，嘛无甲你讲会起哦，我讲爱选股。选股最重要吼，我就讲你爱选哦，着股票啊，无就该讲指数，拢无甲你讲指数会起啊，嘛无甲你讲会买啊，为虾米咧？因为咱知影也等来补这个缺口，伊这毋是有留一个跳空缺口吗？啊，伊今仔一定跳落来补啊，吼，今仔是大多上惊吓的时阵，这是一个买点，我就大概甲你讲啊，就是你的心魔出来的时候，那是出买点啊，观众朋友啊，买点来了啊，你听袂落啊，即摆讲你绝对听袂落啊，你唔信你看拜就搁起啊，就反弹啊，甲你讲为虾米吼？你摆看即摆夜盘咧，想你惊啊要死，皮皮喘啊，吼，看到道琼咧，想你皮皮喘啊，吼，我即摆录影的时间是6:51。吼、哦，暗时啊6:51，我甲你讲，等下8:30，你看到影片的时是9点啊，你会再来印证我讲的有对啊唔对吼？等下8:30，伊如果公布上面非农数据，你管它好还是烂，道琼就涨给你看啦、啊，你知无啦？等下8:30，你看到道琼就起啊啦吼，你9点你就看得到啊吼，9点看到影片的时，你是不是可以印证我跟你说8:30的时候道琼会大涨？又突然涨上去了，不信你等一下看下去，你看到影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为什么呢？就说你的心魔了啊！你的讲每天啊，你心魔，大家咧甲你心魔作祟时，你就做袂好，对不？你唔信你也看，我讲的话你都不认同。我大概讲什么，我都袂认同吼，我现在袂认同哦。等你认同的时候就出事情了。我来看看啥？来看9958四季钢啊，四季钢啊！我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？好像还在这边哦。好像还在那边哦，在那边的时候啊，你是不是跑进去追了？你是不是认同了？我只该讲马后炮啊，林北的该讲马后炮啊，为什么你不等我之前每天的侧标旁边下面右下角都有个9958啊？你为什么不去买啊？你自己不会去看新闻，你都没看到新闻，该讲反送中吼、哦，啊的钢铁股会涨，你也不信。对不？因为你不会解读，有钢铁含粉你也不会解读，你不懂。你等到我跟你讲的时候，我跟你马后炮的时候，我又认同你讲了吼，啊认同我的讲啊，就加迄进行什么啊？进行个对机神盾赶快啊！你认同了上危险的啊？你看无？印证了有没有？下来了，现在你的心魔又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是买点，你知无？观众不要急买呗。啊，不过你会惊，我今仔讲啥小你就袂认同啦。你知影无？你讲今仔来买啊，跳空缺口补掉啊呢？这补掉了，要起来补一个啊！啊，今天不是留一个跳空缺口嘛？它要往上走，嘿，你不信？你看下礼拜你就知道了，它又大涨又涨回去了啊！你今天啊干吓死了，断头的断头啊！你个追空，你摆又嘎，下礼拜你就被嘎，嘎的你爽歪歪，嘎的你又怀疑人生。你知无？这盘人家这吓足紧。你知无？多头趋势啥咧？伊咧缩紧，它都缓涨急跌啊！既然急跌完啦，今天跳空啦、啊，为什么今天跳空？因为上周川普会出来开钱，这是个意外啊！是意外嘛？刚好怎样？啊，那些大户就趁今天把你这些傻融资塞掉啊！就是你们这些融资啊，对不？哦，那些融资都干你你啊！哦，我都干阿妹哦，今天把你塞掉，你给他等头啊！今仔长头人，只无你看今仔有量哦，今仔有出量上买，政府买伊啊，啊政府既然会买啊，伊若阁落，政府毋是阁买愈济，又跟你护盘，然后又涨上去了，啊你又不信讲一句话啊，就是讲黑就无效啦，讲黑就无效啦，你知影无吼？吼、哦、啊来吼、哦，今仔看这足爽诶，叫我叫甲无来，台湾废铁哦，台湾废铁有没有？啊你看啊，我不是有跟你讲，你想空的可以空这只，你有没有赚钱？你是不是赚钱了？我讲的话有没有准？黑钢叠加啊，吼、哦、啊，鸡钢都要除全息啊，除全息嘛，你动作也填息嘛，填你娘老鸡吧，干你娘这动作的，这股票要喝康啊你，干你娘才刚填息你，
你妈的，你看看，除全席你要填你妈的席哦，第一天你要进去买，对不对？贴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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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贴席你有送无？观众朋友你有送无？跟你讲废弟就是咧空个，甲你念无爱我买票，恁爸都袂爽。恁爸有咧趁钱呢，我做委屈呢，我坐高铁做委屈呢。讲实在，我嘛无想要坐高铁，你敢知？我就讲啊，我搭个高铁，我要南下到那个那些什么啊桂林哦，那是林地啊桂林啊，沙仑那边啊吼，反正。黑个雷的阿雷娜，那个再下去就高雄，我要跑到最南边搭你的高铁，你他妈的北上到台北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动作恁爸愿意呢呐？嘛不是讲爱做早起来，上要坐高铁，为着要赶时间呐、啊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那个规一个透早就该抬个台北，所以变成讲我就爱坐高铁，吼、哦，啊无客运我就爱半暝啊两三点我就爱去坐客运，哦，啊拢免困啊。啊，不得已，不得已，我才要搭高铁啊！你他妈，我要买个高铁票，你不让我订，你他妈晚上宕机，我的干你娘老鸡巴！啊，高铁你唔扛，你知道不？啊 ，BOT 嘛，它是 BOT， 我就跟你讲 ，BOT 叫它叫官商勾结啊！你看你空了，你现在是不是赚钱了？啊，我是唔知道当时出圈写在扛无啦吼，伊怎啊打出圈死掉吼？还唔爱借有无呢吼？迄种什么啊？黑龙卷有无啊？我唔知啊，反正你若扛会到就发大财啊，对不？对不？就简单啊，就好做啊。哦，啊你买到这个你就死了啊！就跟你讲了啊，干你娘！你前面不买，你等到我讲了你才认同，为什么你都那么慢？干你人就奇怪呢。啊，你讲哦追空对不？给他追空，哎、欸、啊你是白痴啊！顶管你唔扛，因为扛你嘛是扛个顶管啊！你老人伫家咧扛诶，你神经病哦！你扛你今仔扛谁要嫁？没什么，你今天坑你拜了，今天就尬哦。我们等一下就验证了啦哦，八点半哦，八点半，你看那个飞龙出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哦？阿南哥来讲，那个前几天开始想吼，前刚有想啊，是因为讲吼，咱的美国啊吼道琼，为什么会想呢？来跟你讲一下吼，因为讲什么啊？才公布迄落啦吼，伫只公布迄什么啊？因为什么联准会吼，讲要啊降息一码吼，啊来，我唔知道你有恁观众朋友，你有去研究外汇无？啊靠北，外汇报价拢无呀吼。迄伊讲降息哦，美元降息的话，代表美金的贬值，然后美金的贬值啊，贬值的话，欧元吼，欧元应该去。叫你讲欧元应该会涨，结果你他妈的欧元继续杀，继续破底，这就是奇怪啊呢！啊，你美金应该贬，啊，你欧元跟着贬，那代表什么事情？钱要有地方去，你知道吗？钱要有所在去，哦，啊降息资金就会跑出来，因为你降息，你钱不可能放银行啊，你放银行定存绝对。了愈侪啊！伊就是要把你个钱赶出来买股票啊！啊，既然钱无伫美国嘛，无伫欧洲，澳门你伫对，会跑来亚洲市场啊！你知影无？迄钱就是用赶来亚洲市场，所以我们会涨。即句讲有人在偷买，伊拄啊趁迄个美国下来时，有人在偷捡。吼、哦，过几工你就知影啦，这个大起啊啦！等他买的够之后，又涨上去了，又涨回去了。哦，你关心一下外汇吼。哦看一下美金的走势啊，什么欧元嘿，小可关心一下。啊，就降息啊，对不？降息的钱要他的钱就会被赶出来哦。啊，既然没有在美国，啊，跑哪里去了？往亚洲跑啊。哦啊，没有在中国啊，中国应该不能跟他投资啊啦。啊，我请问你要去投资哪里？啊，当然是我们台湾啊。啊，台湾他买什么？买台积电就好了。啊，买台积电，我问你，大盘上无？就袂像啊，干！啊，所以今仔是咧恐慌，今仔是一堆白痴咧抬股票，你知影无吼？嘿，啊，讲啊侪无效，今仔个精神好像讲啊侪无效，过几工你就袂记啊吼？吼，我这边讲你不信，你不相信吼，过几天之后你就觉得，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了，干！你拢袂记今仔大跌啊啦吼，真诶啦吼，好啊，莫讲啊侪啦吼，咱今仔就靠袂个只，感谢大家收看。